呀啦咿呀哦呀，啦咿呀哦呀，啦咿呀哦耶呀，哦哎呀啦咿呀哦呀，哎呀。的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，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虾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！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，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，他们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速罢了，谢谢啊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“操鸡掰”怎么翻？大家跟努比比说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努
比比数，大爷跟奴比比数，对，好，门号是八嘞，谢谢哈。吴大师比比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哎，那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桃山隧道的意思。Ah!
不掉，加油！加油！恭喜的年轻人这样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给你喝到底，吉隆加油了，吉隆，是吧？吉隆，我的爷爷，吉隆，加油！跟女朋友看一下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敢讲，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美沙苏神巴乌达斯姆，这样啊？神秘巴，是，找一个字了，美沙苏。神秘巴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美沙苏神秘巴乌达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哦。
不用拍了啦，这这不用拍了啦，这这。这个你等一下给我。为什么要拍这个？你是这里的人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先生的香蕉很好吃，香蕉很大。伊那 banana 喏，蹦蹦马赛高喏。哦，马赛高喏哦，蹦蹦啦。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。我懂。伊那 banana 喏，蹦蹦马赛。马赛，马赛，马赛。那有的太熟了。我先生的香蕉，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。啊，马赛不那伊那 banana 喏，蹦蹦马赛不会。耶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先。这个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香啊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
生怎么讲？怎么叫男生有香蕉？不用太直。男生有香蕉。男生有香蕉。香蕉怎么讲？棍棍棍棍。香蕉很好吃。棍棍棍棍。在学校偷拍的，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不是别人写我，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就是另外的事情。你是不是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。新闻旁边没有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，啊？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去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干是不是？你的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些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惺惺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你一个试试看哈。玩笑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